为了确保不漏一户、不漏一人，将开展扫街、扫楼、敲门，加强对企业、工地、沿街商铺、公寓楼、商务楼、旅店、社会流动人员的排查，并对应检未检人的健康码附黄码。所以，请广大居民要积极履行疫情防控的义务，参与每一次的检测筛查。最后，也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们的支持和参与。那同时啊，我们市的疫情防控也处于那种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，不能松劲，不能懈怠，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，深化推进清零攻坚的十大行动，坚决落实应收尽收、应格尽格的要求，第一时间阻断社区疫情传播，同时要坚持科学的流调和管控，绝不能简单化、一刀切。